这是我们的创意组笔筒鱼缸，然后首先我们由下方的开口来加入水，然后过程中我们稍微倾斜一下，OK，加满后加入水后就是这样子，你会发现下方的开口并不会有水漏出来。然后这是因为上方这里的小空间，这其实里面也有所谓的大气压力，但是这里的大气压力比外面的大气压力还要小，外面的大气压力因此会对里面的大气压力施力，导致下方这里开口水并不会漏出来，这就是我们笔筒鱼缸的原理。